改造美容院，攻下贵使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加油，小白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。恢复原样吧。你可别讹我啊！加油，小白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，都是新的。那隔壁的王铁头家的猪呀，生了一窝猪崽子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有一只是黑色的。你说那肉猪不都是粉白粉白的吗？怎么能有一只黑色的呢？依我看呀，肯定不是他家的种。可不是嘛，那黑猪可值钱了。哎，你们听说没？老李家闺女今年过年又没回来。我听说呀，在外面孩子都给人生了。每次一回来，那脸涂得跟墙皮似的，大冬天光着个腿，我看啊，这是不是她老公都不一定呢。哎呦，没法说，没法说。哎呀，还是我们贵姐有福气啊，是吧？是啊，找的老公啊，年轻又帅哦。年轻啥呀？那辈分大呀。你看我啊，从嫁给他俩，一下子就从桂花变成桂婶了。大哥的现在仿佛就是我的未来呀。倒满。看来我要使用我的终极绝招了。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们都要认真听，因为它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，甚至整个家族。你们看到的是什么？黑点儿，沙子，句号。错，我看到的是这个白板。注意，你的格局决定你的高度，听懂？掌声。一个三比六大吗？两个三比六大吗？哎呀，等于六呀。错，只要他们合作融合，他就是八。哇，这也厉害啊。有人问我，你都这么成功了，为什么要来讲课？因为我要助人。人什么时候最快乐？帮助别人的时候最快乐。掌声。去年我赚了七个亿，很多人是怎么赚的？正如我的好朋友巴菲特所说，钱不是赚来的，是猪站在风口上刮来的。听懂？掌声。小白老师，那我们美容区怎么整改啊？可一定得帮我们呀。哎呦，小白老师可真是太厉害了。累死了，累死了。敖天雪，你啥时候这么听我意见了啊？你非得带着我到处跑，让你给我累够呛。十岁以下儿童家庭浴缸，你说谁十岁儿童啊？别自作多情，你最多八岁。我这叫童心未泯，你是个老头子。哎，要不你和组长试试？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挺舒服的，就是有点软。我也觉得应该稍微再硬一点儿。
你俩够了啊。这床垫确实有点软，睡久了会不会腰疼啊？要不然你试试。我不来不来，我不想加入你们这段不能播出的对话。好啦，你们是作为模拟情侣来体验这家酒店的，这房间怎么样？差点氛围。什么氛围啊？怎么样，是不是氛围感拉满？这样差不多了，我们的酒店风景优美，通常都是度蜜月的情侣还有拍婚纱照的情侣来，我们要为这一类的客户精心准备，让他们的旅行甜蜜难忘。你们呢，要联系当地的婚纱摄影公司，我要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。什么是一站啊？就是我待会儿再给你们补补课吧。老板老板，我还有个新的想法。我们情侣体验了这么久，手是不是可以放开了？我觉得拉着手挺好的。我好像也觉得还挺好的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什么活都不会干呢，没想到你还挺会干活的嘛。我小时候呢，可是经常帮我妈种菜养花的。你家是农村的？我还以为你家是城市的。你家是哪个村的？我家。这个摔倒贴面是不是有点俗啊？而且他们现在才撒糖，会不会有点晚呢？什么晚呢？哎呀，你不懂，正常情况下3分钟就要有肢体接触，30分钟就要露身体，第三集就要有一吻。他们现在第五集了才抱在一起，甲方爸爸肯定不会同意的。啊，那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呀？不可能，我们天天沉浸式追剧，追的都是一手资源。哎，不可能。哎，不说了，走吧。接下来要干嘛？宣传海报。哎，往左一点，往左一点，再往右一点。哎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哎，甜蜜，甜蜜，甜蜜。对，是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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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意思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是咱们酒店蜜月之旅的宣传照，能不能宣传就看你们了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对对对。笑一下，啊！你们做的茶好奇怪啊，怎么这么苦啊？
那是茶饼，你掰一点泡就行了。掰一点？这个咋掰呀？你有病吧？这是我泡脚的。他们会不会去别的地方赶集了？不会全都去的，这也太奇怪了。手机是个好东西，你们平时不会飞鸽传书吧？那我总得知道传哪儿吧？还真有啊。别着急，刚才我看到了嘉晴和马匹，他们肯定没走远。嗯，只不过没能帮到你。没关系啊，咱们大不了下次再来。嗯，谢谢你，蓉蓉。没事儿。嗯，哎，组长，是我，组长，组长，是我，是我。六六，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咱们组里人都去哪儿了？今天林山组长女儿结婚，他们都过去吃喜酒了。那这么好的事儿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我来这里采集一些手工原料，给林山做婚服用。六六，你还给林山做婚服呢？咱们组里哪个人没穿过你做的衣服？出去都被人笑话，你还跑去祸害林山啊？哦，对了，我们来这儿是有件事想问你。嗯，哦，你有见过照片上这个人吗？或者这条丝巾？哇，组长，这人是谁啊？为什么我有种想为他做件衣服的冲动啊？六六，咱们先看看照片。人肯定是没见过，这么漂亮的游客我肯定记得。不过这丝巾，这丝巾好漂亮啊，花纹很别致，做工很细腻，在哪儿买的？好了好了，六六，你继续采集大自然吧，我们先走了。等等，组长，这人是谁啊？天生的衣服架子，让我帮他做件衣服吧。我是段若柔的未婚夫，陆傲天。未婚夫？嗯。要是你母亲亲自把他系在飓风的马鞍上，说明你母亲对部落和马匹很熟悉。你母亲有来过这儿吗？我从小到大都陪伴在我母亲身边，没听她提起过花城。那就奇怪了。回头我再问问我阿爸，说不定他听说过什么。可是，如果你的母亲没有来过这儿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线索吗？没有了。我现在只有一张照片，还有这条丝巾。不过那天十一见到的人应该就是我的母亲。你也别太难过，回头我可以帮你问问我们组里的占卜师，他特别灵，除了组长一般不见人，而且只有十五才见人。谢谢你，如柔。哎，你父亲没找过你母亲吗？我的父亲平时非常的忙碌，但他和我母亲的感情非常的好。我母亲失踪之后，他反而没有那么着急。妈都失踪两年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线索，你非要让我去参选什么集团主席？我还以为你长大了，可你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态度？事情都分个轻重缓急，股东大会选举可不等人。男人之间就不能心平气和的沟通吗？是，来到这儿很多事情都已经想明白了，这里似乎有一种能让人平静下来的力量，让人很安心。你呢就先别安心了，试用期可是快到了。我的客人呢？放心，这个赘婿我当定了。什么赘婿啊，辈分乱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鞭子送你了，算是定情信物。这个我不能收，他跟你跟了很久了。哎呀，你就拿着吧，我怕我万一心情不好打你的话，你这小身板可收不住啊。好，你放心吧，一定可以找到阿姨的，我有预感。陆傲天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
我喜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什么？我现在真得走。嗯。晚安，我的大组长。我先睡了，那我也睡了。晚安。
我们俩要宣布一件事儿。嗯，我们又不瞎。我和若柔。老侄子，这是要宣布什么呀？组长，组长，我们又来贵宾了。嗯，豪门之间的狗血斗争要开始了。晚风中霞光眷顾你眼神，竹林在清静叩响了心门，青山之竹烟不闻不闻，告白的话塞敢说的大声，迎着风奔腾去山下亲吻，拥抱有余温听心跳红尘，从指尖眼神是缘分转动命运的齿轮，赋予全新身份，我会耐心的等，是用转折需要多少流程，前一纸契约沦陷在你眼神，将我们故事书写完成，接受全新身份，我会耐心的等，爱一个人需要多少凭证，前一纸契约实现写下永恒，生命有了你才算完整。